恶搞的陷阱，就是给我朋友的陷阱。他说跳进那个洞，对吧？我们看看下面是水，然后我们跳下去看看，洞你死了。然后这个为什么要挖洞呢？因为我是，如果是我在这里看视角，绝佳的地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死亡矿洞。因为我想要先做，我想要做给大家看，所以没关系吧？就是给大家看，先挖那个矿洞，大概可以去，然后再往下挖一个，拿出水桶，然后呢？一定要挖三格，挖三格高。如果你不挖三格高的话，你就不能完成这个东西。其实你两格高也可以吧，但是呢，你就要这样往下挖。挖到这里之后呢，你就随便用，就是用一个石头，对，用一个方块啊，当做障碍，在障碍的旁边一格，在前方一格，旁边一格，在前方一格，放。半线钩，它那个坑人陷阱叫做死亡矿洞。之后呢，就将它四周的方向，我将这里。然后将它的隐藏之后呢，拿出线，哦，好呀，好吗？那叫妈了。将半线钩。很小，很成功。我们要再一次了。哎，我想到了，我们这次玩一个更恐怖的，这个叫做。
好吧，那我写个我脚好麻。好吧，怎么了？九十度。脚太麻了，等一下，观众们等一下，脚太麻了。시고 사람의 피해를 주문하고 갚아주시 어디서? 네? 이게 무슨 뜨거운 공간이 아니고 이게 무슨 뜨거 네 뭔데 诶，这个有个村庄，如果是沙漠村庄的话就好了。这种情况，这 him 做成的吧？等一下，这村庄发生怎么一回事了？啊 ？What the？ 不是啊，好吧。那我们就做学员机吧，叫做免费钻石。那首先呢，你要拿一个高炉出来，然后拿个64个钻石，然后呢再拿随便方块，泥土，然后放上高炉。看上钻石之后呢，用随意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们上面打一个荧光石。不然等一下你进去乌漆抹黑的看不到，没想到会这样的。欸、然后呢，从背包拿出一个门，把它放到这啊，走。然后我再拿个雨水剑，哈，啊。
不让他死，那些就是你的死棋。啊，就会挖两个坟。之后呢，在引的这里放下挖三格方块，然后你的家再回来。所以呢，你要先拿一个红石比较细，再调整，这样才行。然后呢，再把它给补起来。啊。之后呢？之后再拿一些，就再拿一些的 TNT， 其实 TNT 矿车也可以啊。如果是 TNT 矿车，哎，对。然后呢，你还要拿一个红石火把。记得啊，你要间隔一个距离，不然，哎，等一下哦，你看哦，我们在这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弄上泥土，之后呢，弄上一个，之后呢。好啦，我们就在一个村里的房子里面建造了。64，找熟之后，再加它放一个。熔高炉，然后呢放一个钻石。如果你错误的话是会这样的，很，你下场。因为我们直接乱盖。所以呢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如果。你放在它的那个红石火把旁边的话会爆炸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隔一缝隙。我跟你。
妈妈什么？你跟你，你跟你的，我看那口水呛到。你跟你的，你跟你的朋友，有多热情？你不要再，你如果再拍呢？哦，我已经告诉你好话就行。等一下。你就别越高。哦，别这么高，我看他们了。啊，我们进去啊。没很近，但是主要的。你会发现，什么事？然后呢？就是等到爆炸。上面最后三颗没有啊，没关系。接下来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。那当然呢，你也要拿一个64钻石。之后呢？接下来拿个这个，拿个水桶，拿个河豚桶，这样大概就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直接走，先挖两个，那个十字架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我们那个，就是我们先。都要做，就是做比较好。然后呢，中间放上骨髓，全部放。没有草地堵住它，你只要靠近它就会被毒死。我们放那个兔子，那我们放个村民看看吧。村民会毒他。哈。哦，没事。看看哦。
放个鱿鱼，会。我觉得我要拿个浴水服，我觉得我可以。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你再试啊！让你听不出去。什么啦？好。这是二整个，就是你应该知道河豚有毒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吃河豚的话会有毒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可能会有恶心效果、极恶效果、剧毒效果啊！好恶心哦！现在，然后呢？我们下去了。然后呢？我们看哦，我们放个生物生怪蛋，催眠，它会被，你看它会被杀死，它会被。那个河豚毒死，好恐怖哦！你知道怎么做的吗？你里面养河豚啊？错，要不然嘞？哭泣的时候，正在哭泣的。大概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给我穿好了。不要，这里可以剪接一下。快点，你要睡觉，明天要跟亮亮上课。真的，真的。
好了，你看了嘛？你就看啊。就是呢，我们先这样。挖个十字架的形状。这样的十字架。之后呢，围一圈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围一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照亮啊，照亮这样啊。我们看看会这样，没关系。那、之后呢，我们这样，然后呢，放个水，放个河豚。其他的地方都要方块补贴，你这样比避免你看到那个叫什么？然后呢，你看，我就进去，然后你就会死了，然后而且你还出不去。对。然后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我们今天来。你们知道天梯吗？也知道夫妻黑曜石吧？我们一些，我们要做天梯爆炸台。你们知道怎么做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像在拍片啊。你先叫我来看的、欸。好啊，这里简洁哦。哦。好，妈妈，我们。天梯爆炸台的话，我们就是要先做一个4×4。没有啊，对，是5×5啊。我在这里，放下食盐梯，哦，没关系，就啊，那就3×3也可以啊。不对，我可以讲话吗？妈妈，我可以问你个数学问题吗？那现在为什么我可以讲话？好啦，如果呢，如果黑曜石呢，就是呢，如果就是 TNT 嘛，TNT 就是那个先黑曜石嘛，放几颗才能让 TNT 围一圈，然后剩下一格？我怎么知道？哦，你说中间这一格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呢。黑曜石呢？8×8，8×8哦，不是，3×3是9，对不对？可是中间要空一个。TNT 要放几个？就是围绕一圈。你
你放一个 TNT 在旁边，我看一下 TNT 多大。你先放一个方块大小。我看，我就这样。哦，来，我知道了。来，你会吗？对。那你会玩吗？你用小一点，你用远一点。好，来，过去推钥匙那边啊。好了。你刚才放的那边、啊。就重新做、哦。好。来，你放先放三颗一排。三乘三吗？嗯。的找一个空旷的地方、哦。这里应该可以。三。不行啦，太小了，这里太小了。过吗？对，握紧够。很大，要很大。要大一点。这里可以啊。等一下。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。这里。好，三个，先放三个。就三乘三呢。是啊。当然是三乘三，要三乘一。这样。好，然后再转过来。一。再两个。好听。然后再转过来，不是哦，再这样，这里，一二，哎，你中过，对，不错， 对，好，中间再放偏一点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就三乘三，不是啊，我吃错，什么？不是这样，TNT 围就是那个，就是呢。黑曜石围绕一圈，然后呢 ，TNT 围绕一圈，剩下一格。哦，外面一圈黑曜石，里面再一圈 TNT， 然后中间还有剩下一格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你先用 TNT 啊。先用一个 TNT。那是更大的位置哦。好。那我看看，我想到哪里可以了，这里可以吗？这里可以。哎，这不行。再看，这是。应该可以吧，这里中间好可以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应该可以吧。然后呢？好，先 TNT， 不用，先 TNT 三层三那个。对。哦，我会了，你可以不用说。然后外面再放黑曜石。你觉得会几个的？四个啊。那我刚刚为什么放四个？感觉没有。这位置不够了。够吗？而且刚刚，一开始那里就可以了。那就对啊。还有，你知道还有步骤要做吗？什么？放在橡木栅栏。等一下，栅栏怎么对？橡木栅栏。嗯。然后呢，橡木栅栏放个水。之后呢？我的水吸不到了，哦，是的，围一圈的这个天梯，对对，然后呢，再围一圈的黑曜石，这样 OK 了吗？嗯，但是呢还没好，中间打掉一个，放拉杆之后呢，你要站在这个中间，最后还会停，然后呢天梯爆炸台要来了，三二，没有，很快就好了，快好了，好。好玩吗？好玩。那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有点赞的话，你明天就可以成为神，唱事神。